佐藤君，你这次来造访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上次英惠子小姐来上海调查，不知道有什么结果没有？啊，英惠子已经回日本了，转告了总社长对我们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佐藤君就不要再追问了，具体的要求是英惠子。 口头传达的，总社长要求我们山口组的成员尽量的不要参加军方活动，要恪守民间商会的独立性质。没有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保护，你们能在异国他乡经商赚钱吗？你们连这点都不懂。还有，上次袭击山口组那头中国人是什么组织？ 是龙德堡手下的一支保护仓库码头的保安队，号称什么龙标队。我怀疑这支队伍有背景。你的根据是？这次鹤三被杀，解救龙德堡就是这支龙标队。我当时在场，我看到他们已经不是16铺时出现的样子。 训练有素，枪法极准。我怀疑他们有中国军方的背景，或者什么，与共党有瓜葛。这点我倒是没有想到。这一点，其实我也是猜测。所以，请山口君帮我调查一下这支龙标队。 大夫说了，我再有一个礼拜啊，我就可以下床出院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龙爷，梨花来看你了。嗯，快快请他进来呀！哎，大少爷，梨花。 这就是救咱命的龙爷，龙爷，俺给你磕头了。哎，这，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哎呀，好孩子，来来来，坐到我这儿来。 龙爷，你是为了俺才受了那么多苦，俺心里实在是不得劲儿。孩子，你叫我龙爷，不好，啊？你马上就要跟喜蛋结婚了，你应该跟喜蛋一样叫才好。对，叫爹。 哎，你看，这个口改的多好啊！哎，阿发呀，哎，你看，我现在就是有儿有女了。对呀，对呀。孩子，把眼睛闭上，把手伸过来，把手背翻过来。 谢谢爹。不过，俺不能要您的东西了。为什么？喜蛋说，你已经给他很多金条了，俺过日子已经够了，不能再让您破费了。再说了，您现在治伤看病还得花钱呢。哎，孩子，爹我有钱，啊，哼，哎，我就喜欢这样。 不贪钱财的孩子，啊，孩子，这个就当爹给你的见面礼和改口费。
你一定要收下。梨花，老爷给你的你就收下吧，你不收下，老爷会不高兴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哼，这点屁事我才不知道，我还能叫滚地猴吗？嗯，龙地蛋，你当老几我不感兴趣，有什么事情就说，在我面前摆谱，那你是癞蛤蟆爬过台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人吃你。可我手上有笔大单。 什么大单？乖乖，这是什么活呀？情报。 情报。 偷钱包、摸烧鸡、砸场子、混赌场，咱可是都有明码标价的。你这情报是个什么价呀？一条情报，半根金条。啊？半根金条。你等等。 一二三四，这是二十条情报，那就是十根金条。没错啊，全部收集到，十根金条，只弄到一条，半根金条。可是，这是玩命的活呀。好，我接。那就说定了。不过。 我得问问你，这东家是谁呀？日本人。日本人。哦，行了，这活我接了。告辞。不错。 哎，老大。 这龙地蛋牛逼个什么呀？只要你一发话，我们兄弟们几个非把他揍得半死不可。是啊，哎，对了，老大，这个龙地蛋他好像干的可是汉奸的活。你们港督啊，打人还不打送礼的呢，人家带了这么多好吃的。
嘴巴还没擦干净呢，就说三道四的，这也不好，都给我吐出来。陈呐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财路好不好？我说你已经回国了，他就信了。我前段时间是回国了，最近才回上海。他皮包里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文件？他没有说，只是说很想找回那个皮包。总之，他对丢失那个皮包很不安心。如果仅仅是钱财的话，我想他早就放弃。如果皮包里是一般的文件，丢失了那么长时间，也失去效力。但是他还是通过多方面打听寻找，我想肯定是跟大日本皇军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内容。那他下一步到底想干什么？他说他有新的发现，让我协助他调查。新发现？他怀疑龙德堡的龙标队有军方背景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他这种怀疑是从何而来？没想到这滚地猴这么痛快就答应了。他是答应归答应，我看这帮要饭的他怎么把情报给偷出来。我不指望他滚地猴都能搞到，多少弄点东西我好在佐藤弄那儿有个交代。我是想弄点情报啊，当见面礼。哎，咱们不是要投靠人吗？是吧？对，走。哎，龙哥，这不是你师父住过的店吗？瞅着面熟啊，还认识就好。哎，薛老板，我问你，上回住在这儿的那个山东人回来过吗？啊，此人一去不复返。什么？一点音信没有？本来就没撒娇啊，偶然在此地投宿，人走茶凉嘛。哼，不过啊，这个茶是凉了，但是这个事情倒是很热闹啊。哦，什么？怎么热闹？啊，我和你们说哈，龙爷龙德宝来过，大管家阿发来过，还有这个贺三爷也来过，最近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刘先生的也来过，这些人都是打听这个此人的下落，你说说这个事情热不热闹？什么？佐藤木也来过？哎，不是日本人。是一个叫刘先生的，他来过还不止一回啊。我说的就是他，他来做什么呀？对啊，他来这里无外乎也就是问一下那位先生什么时候再回来，啊，后来又问那个人是山东什么地方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啊，做什么生意，也就这些。哎，你都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没说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真没想到，咱爹身体好的还够快的。那是，老天有眼呐。老爷，太阳一落山，天就凉了。梨花和喜蛋马上就要办婚事了，婚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这个当三妈的，一定要费费心哦。你就放心吧，我跟梨花和喜蛋都商量好了，明天就去订婚纱啊。龙爷，潘姨他们到了。龙伯伯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嗨，孩子，没事的。龙哥，我真没想到黑山这个狗东西对你下如此的黑手。算了，不说他。但你这个伤，我这伤啊，没多大关系。现在啊，就是晃了脑袋还有点疼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啊，龙伯伯，你要注意休息。
喜蛋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过去一下。嗯。我听振振讲，这喜蛋少爷马上要办婚事了。是，哎，这就是我儿媳妇梨花。哎呀，漂亮啊！是。这么说，龙标队真让日本套给盯上了？现在还不能这么说。但的确，这两次龙标队的行动是让佐藤木那个家伙引起注意了。他毕竟是专业的情报官，这些事情逃不过他的眼睛的。啊，真是可惜啊！当时没把他一枪打死。那天为什么不在行动中一起把这家伙除掉呢？当时不知道他在里边啊。进去的时候，我跟凤仔是有部署的，我先开第一枪把何才打死，然后他掩护着我把俺爹救出来。可是当我看到俺爹头上都是血的时候，我心里就着急了。再加上后来啥时候出现，佐藤木什么时候溜走的，我还真不清楚。所以说，下一步行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贺三死了以后，龙弟这要投靠佐藤木。他真的要当汉奸了？他要是当了汉奸，我绝不会饶了他。龙哥，我手下得到消息，说日本人已经向上海征兵了。日本鬼子他真要动手啊！哎，这个航空母舰都开进黄浦江了。啊！我一直就怀疑，这贺三他三番五次的要租用我大码头。现在看来，和日本人要进攻上海有关了。老大。情报弄到了，让我看看。你们还真有本事，这么快就把情报弄到手了。我跟一个小鬼子炊事兵啊，经常一起喝酒。今天傍晚，喝了一半，我就把这小子拉出来打牌了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我设了个局，让他赢了几把。后来呢，我就让他输。等他把口袋里面的钱都输光了，就开始给他上套。我得回应你，你的钱，大大的借我。不借。你先把输了的钱还我再说啊！你们日本人都这么不要脸吗？以后不跟你们玩了。不要不玩，不要不玩。我的钱大大的有。有？你有个屁！哪一次你不是耍赖皮啊？不跟那日本猴子玩了，走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要走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不要走，我输什么都行。谁要你这身黄皮呀？你要是真想还钱呢？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的办法？我会大大的还钱。把你知道的部队情况呢，都给我标出来，标出一个，就算你十块大洋啊。十块的大洋？对，一处十块。把这上面标够了，就算还你还了钱了。我们继续玩，啊，我借你钱饭吧。怎么样，老大？好。一会儿龙地蛋这小子来了，就把这个给他。哎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他要是不给钱，就别让他出这个仓库。哼，我早准备好了，乱棍就打死。好，老大，老大，龙地蛋来了。武帝侯，武帝侯，武帝侯，你他妈哪儿呢？擦呢？武帝侯，这不是龙土豆龙少爷吗？别来无恙啊！你叫我什么呀？龙土豆啊，土豆就是地蛋，地蛋就是土豆，有错吗？
跟我学了，我也就会那么两句。嗯，情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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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想给你幽默两句。哎，不是逗，不就是情报吗？快拿出来啊！你急什么呀？不是我急，是日本人急。激活可是要加钱的。哎，你先把货拿出来看看再说，啊？给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怎么？你怕我没钱是吧？你也不看看我现在是谁啊？你不就是原来偷叫花鸡的那个龙地蛋吗？你还能是？看清楚了啊，20个目标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真小看你啊！钱，给钱。你怎么老想着要钱呢？啊？啊，今天我黄金带的不够，你容我两天。后天我一定给你送了啊！哎，给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带你去趟银行，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啊！走。哎，等等等，不给钱就别想拿货，这是规矩。我要是吃罚酒，我枪里的子弹可是不长眼，子弹装到谁的肚子里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别动，都他妈别动！谁要是动，我就开枪。老弟，坐坐。你去忙吧。是，老爷。龙哥，问句不该问的话。你说吧。这龙喜蛋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把这么大的家业交给他，我还真有点想不通呢。
你有没有再考虑把龙迪蛋给找回来？为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嘛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。我不是没有考虑过。当初我千方百计到沂蒙山里把亲生儿子找到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把这份家业交给他。一来我老了走了心里也踏实，二来也算对得起大妹这份情了。是啊，可是龙迪蛋这孩子太不争气，没德行。这孩子从小缺乏教养，养了一些毛病，这都是跟那个不走空师傅有关系呀。孩子没成才，怎么能怪他师傅呢？不走空本身就是丐帮头头，你还指望他教孩子什么好啊？哼。不过，不走空毕竟把孩子拉扯大，我还是很感激他的。龙哥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夫妻俩出面，帮你们父子通融通融，你看行不行？老弟啊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龙弟蛋如果品行上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把他留在身边生活一段时间，我们好好调教调教也不是不可以。可他……你说他怎么了？他跟日本人混到一起去了。这怎么可能的？你要说贺三是汉奸，这个我信，他早就跟日本人啊勾勾搭搭。可龙迪蛋是他的干儿子呀，难道他跟贺三一样？我担心他比贺三有过之而不及。龙哥，你可真行，没想到一分钱没花就把情报弄到手了，这招打死我也想不出来。小四子，给佐藤木打电话，告诉他带20根金条过来，情报大大的有了。好。喂，佐藤君。哦，我是小四子。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快说。你要的情报啊，我们搞到了呀。这么快？你也不看看是谁带着我们干的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不就是龙地蛋吗？哎，佐藤先生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能把情报搞到手了？你要是不要了，我就卖给别人。你要是还想要，就赶紧带着金条过来。先把地图藏好了，他要是不给金条，咱也不给他地图。佐藤木他可鬼了，他从来都是先验货后给钱的呀。这我不怕，滚地猴弄的这张兵力部署图标得清清楚楚啊，我还真不怕他验货，我倒是怕他一分不给就给拿走了，就像我们从滚地猴手里抢来的一样。我可不是滚地猴啊。
索藤先生，怎么不上去坐一下啊？我不想走进那个晦气的地方。我要的情报呢？就在上面放着呢。不过，你说的金条，你不相信我？哎呦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不过，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，你让我们收集的那些情报都是要掉脑袋的情报，没钱谁也不会给你干的。我也是花了不少银子，才从情报贩子手里搞到的这份兵力分布图。哦，是兵力分布图，什么地方住了什么兵啊？有几门大炮，几辆坦克，都一清二楚啊！快快拿来，金条拿来啊！拿着，这根线给你。不是，就一根啊！快把地图拿来。去，嘿。龙嫂，啊，你上次说的事情，我已经跟小村处长说过了，他非常欢迎你的加入。真的？但你公开的身份，还是贺三的继承人，拿下大码头才是第一要务。哎，怎么还要租码头啊？是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嘿，龙哥，是吧？给佐藤先生看看。这几根啊！你提供的这份情报，我要交给司令官核实后才能生效。到时候一根金条都不会少你的。放心吧，龙嫂。啊！哎，龙哥。佐藤木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想赖账了呀？他不敢，他还指望着帮他把码头搞到手呢。走啊，我请客。嘿，走。而且还用日本的文字标注，难道龙地蛋他拿着日本人的赏金去侦查我们日军的情报吗？这可能是个误会。他把地图交给我的时候，外面的光线很暗，我只看到图上标注一些部队的番号还有兵员数目，我没有仔细看，就把它拿回来交给您。这绝对不是误会，这是一般中国人是不做不到的，是日本人或者是打入我内部的中国间谍干的，你一定要追查到底。来吧，是。
没有，不喝。嗯。老大，嗯，你们先喝着，我出去一下。啊，来。多吃点。你说这事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他们要去做红扇子那个店，就是我亲家开的。你说巧不巧？我明白了，我回去跟老大商量一下。老大，贺三不是死了吗？现在龙地蛋是老大了。龙地蛋同意，把杀手埋伏在婚纱店，等龙喜蛋进店，直接开枪射杀，绝不留情。不不不，不可以在这家店里开杀戒的，这是我亲戚的店，在店里杀人，生还怎么过呀？明白了，那就在街上直接把他干掉。对好，离店远点。好。这个你先拿着。太少。哎呀，你先拿着吧，事情办成，剩下的少不了你。行。老大，现在有个机会，咱们干不干？说。明天一早，龙喜蛋带着新娘去红红婚纱店定做婚纱。好啊，那咱们进去，砰砰砰，干完了事儿啊。这倒是个机会，而且千载难逢，一定要把他给干掉，不能再把他给留着了。把龙喜蛋给杀了，我重回龙府不是没有可能。老大，你要下定决心干，我现在就安排杀手，今晚就去踩点。我恨不得亲手把他给杀了。你现在是老大了，没必要什么事都您出面。我必须得去，我要亲眼看见龙喜蛋被杀手打成筛子。不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以欺骗大日本红军的罪名处决你们三个人。嘿嘿，佐藤木，开玩笑可以，玩真的可就不对了。我什么时候欺骗过大日本皇军啊？谁是大日本皇军啊？我给你提供情报，你钱还没给够呢，你就翻脸了。你提供的不是中国军队的情报，而是大日本皇军的情报。哎，佐藤木，你不要较真好不好？这本身倒卖情报就是掉脑袋的事情，这我们好不容易把情报给你弄到手，你又说不是，那日军不要，那你再倒卖给国军吗？葛碧秋，你在跟我装傻充愣吗？我要你们搜集的是中国军队的情报，中国军队的情报一份都没有，而大日本皇军的情报全都收集全了，完全暴露在这张地图上。告诉我，这份地图是谁绘的？情报是谁提供？不告诉我，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都要死了死了你。
明白了，你是要中国军队的情报，目的是去打中国军队，而不是所有的军事情报都要。你不是做情报生意的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给我假情报？锦条呢？我这情报不假，只不过不合你的口味罢了。这金条我们都吃了喝了。好，那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情报是谁给你的？如果是你，你死了死了；如果是你，你死了死了。哎，不是我给的，是葛培松给的。哎，不是我给的，是管家侯给的。这份情报地图就是他提供的，这上面画的什么我们又看不懂。滚地猴，没错，是滚地猴给我们的呀。滚地猴。人海茫茫，人海茫茫，过客匆匆，过客匆匆，只有真心感动你和真情也是幸福。阴差阳错不算错，无奈事情很难做，只要认真的生活，情深情世没白没白。人海茫茫，过客匆匆，只有真心感动你和我。送人玫瑰，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真心真情也是幸福。算错，无奈事情很难做，只要认真的生活，情深情世没白过。人海茫茫，人海茫茫，过客匆匆，过客匆匆，只有真心感动你和我。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真心真情也是幸福。真情也是幸福。人海茫茫，人海茫茫，过客匆匆，过客匆匆，只有真情感动你和我。送人玫瑰，只有真情感动你和我。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真心真情也是幸福。